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法国黄背心运动已经持续了三周。在刚刚过去的周末，香榭丽舍大道上浓烟滚滚，随处可见烧毁的汽车、破损的店铺、凯旋门被涂鸦、马克龙下台、警方用催泪瓦斯和水炮进行管制、街道交通陷入瘫痪。法国总统马克龙为履行巴黎气候协议，将柴油税每公升上调了 6.2。 燃油税上涨导致了油价飙升，引发民众不满，从11月17日开始爆发抗议活动，抗议者统一穿上荧光黄背心作为识别物，因此被称作黄背心运动。黄背心席卷整个法兰西，首都则成了重灾区。卫报称，该运动已发展为巴黎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骚乱事件。在外界看来颇具绅士风度的法国人暴走了。法国警方称，抗议活动至今已造成3人死亡、100多人受伤、近400人被逮捕。2日刚从阿根廷 G20 峰会回国的马克龙立即前往巴黎市中心，查看了骚乱后一片狼藉的现场。随后他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。法国内政部长凯斯塔纳表示，政府正在考虑实施紧急状态。法国民调机构 BVA 上周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，72%的法国人支持黄背心运动，而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跌落到 26%， 最低纪录在近几个月被频繁刷新。马克龙就职总统18个月，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国家首脑了，让步的幅度太小。同时，很多民众感到生活负担不断增加，这让人们对马克龙的政策产生质疑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。在 G20 峰会上，马克龙在场边对沙特王储说悄悄话，他说，你从来不听我的话。而事实上，法国民众很想把这句话反送给马克龙。在12月1日的抗议活动中，法国民众喊话，马克龙，听我们说。据 CNN 报道，法国民众认为不可思议的是，相比特朗普的情绪化，马克龙在国际舞台上竟然将自己塑造成了既理智又谨慎的总统形象。法国人认为，在很多改革举措上，马克龙也是个一意孤行的人。面对黄背心运动，马克龙的表态强硬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痛斥了暴力行为，并指出改革不可能因此退缩。他强调将会查明肇事者身份，并交付司法审理。马克龙说，我将一直接受抗议，一直会倾听反对派的声音，但是我绝不接受暴力行为。政坛金童一路走来，道阻且难。2017年5月，马克龙以年少帅气、智慧又浪漫的人设当选了法国总统，他是拿破仑一世以来法国最年轻的国家首脑。马克龙因为与比自己年长24岁的女教师相恋结婚，而一度成为无数法国少女的梦中情人。法国人相信童话。据 BBC， 马克龙政府推出涉及税务、劳工法案、国有铁路等改革措施，同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，推动欧盟改革，支持全球多边贸易体制，履行巴黎协定。卫报分析，虽然马克龙发声积极，但是成果有点少。一系列改革措施未实现提高就业率、增强民众购买力的目标，相反，部分民众的福利在改革过程中被削减。同时，法国国内移民、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犯罪率居高不下，民众逐渐积蓄不满情绪，指责马克龙是富人的总统。在外交方面，马克龙与美国、俄罗斯等国首脑互动频频，但是华盛顿邮报评论，他在关键议题上仍然不具有强有力的话语权。比如他曾劝特朗普不要撤兵叙利亚，也劝美国继续留在伊朗核协议，最后都无果。
马克龙个人的负面新闻也不少。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曾报道，马克龙在上任后的三个月里就已经花掉了 2.6 万欧元，约合204313元人民币美妆费。对此，总统府还专门发布声明称，总统的美妆开支将会大幅减少，而今年七月，马克龙的保镖又给他惹上了大麻烦。据《世界报》，马克龙贴身保镖贝纳拉在没有值班的情况下冒充警察，在游行中殴打民众。这个消息在法国炸开了锅，民众要求总统给个交代，不少议员罢工抗议。马克龙仗义地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。与此同时，各路小道消息又爆料总统与保镖有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。虽然马克龙出面澄清那些传言都是假的，然而这些流言蜚语还是让他的支持率止不住的下跌。如今黄背心危机愈演愈烈，马克龙焦头烂额，他的改革之路荆棘密布。不过马克龙在面向法国议会两院讲话时表示，他将把建设一个覆盖全面、效率较高和责任明确的21世纪的福利国家作为法国政府的优先工作。